太亮了，这天就是鬼天，我跟你说，你瞅这个，你哎，兄弟们，你截个图，你看看像不像，像不像那个童话里边的一个场景？我今天就要给你们干这里了。哎呦，这进不去了，锁上了。这个大镜子，哎，要不咱敲四下门，看看能不能开呀？来试一下啊！我这虫子太多了，全虫子。加点小心，有人吗？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从现在就是我们进来看，没啥感觉是吧？没有说那种就是特别，就好像一个荒废许久的一个老宅似的，挡上了，为了防止外面的光进来，这都是巨阴的做法，这都人都不懂，你就是你自己家的房子。一旦说时间长了你不住了，你也一定要把你的屋子让它亮亮堂堂的，让它的阳光进入到你的屋子里面，这样才能充分的保证你的房子里面不被这些脏东西所霸占，记住了吗？这是生活的课堂，看我直播一定要学会。这啥玩意儿？那啥呀？哎，我操！操那个啥呀？我操！佛像在这里呢，瓷的佛像，听着。不可能，谁家花瓶那啥，搁这个红布包着。对不起啊，我看看在里面啊。啊，这是辟邪的，两个老虎，两个老虎。我操，干睡的。让我找个东西啊。刚才我这老家老铁，我说有那啥，有告诉我的，我找个东西。铁，你看这板砖能把你鸡巴拍碎不？要行的话，我就拍了。你看行不行？够用吗？这个不够，我再换个大点的。我把你干碎，你像狗懒子似的你。你他妈没有点道德呀！你啥玩意都干碎，那哥他妈红布包了，我告诉你，那绝对都是有说道的，那都辟邪的，开过光的。你虽然说人家遗弃了，但是这东西住的不一定是什么玩意儿呢，有可能是神，有可能是邪，咱也赌不了。我操！这给我看的，我看你眼睛是花呢。臭了，进这里，这个鸭应该是鹅粪味儿都飘这来了，鹅粪。啊，瞅这屋挺吓人的，大敞四开的，你知道？我这感觉这屋有鬼呢，
那个有萌萌吗？我问一下这。有萌萌吗？我操，这种开关也太他妈老了，这他妈哪百年的了？这不小的时候玩的都是这种开关呢，现在都已经绝版了都。哎呦我操，这也太老了，这东西。操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啥瓶子？这他妈的这么奇怪吗？长得都啊？是尿壶吗？我操你妈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咋回事儿啊？操你妈！虫子哪能干他妈这么大呀？再说是风的情况下，那后边那叶子咋不动的呀？看后边的草，我操你妈！我啥声啊？咋的？你是要出来还是要进去？你是有啥东西要跑吗？还怕呀？还是你要出去？你妈逼！扑街呀！懂你老母！你动静，你再试试来。不可能无缘无故就鸡巴那啥呀！根本都没有风。不扯犊子呢吗？一点风也没有。你刚才他不是说风吹动，你要说是共振的吧？他的妈逼就这个动，他这个他就不动了。有风有风，操你妈！哎，兄弟们，你不觉得很怪吗？这事儿啊！我操你妈！你再给我吹一下子。有人头？搁哪有人头啊？有脑袋？
有鸡巴没？我他妈离这近我都看不着，你搁哪看着的？来，操你妈！这条带给我吹开，我跟你说，那绝对不是疯子，盯住的。我他妈不得研究吗？你妈逼遇到这情况，得吓死你！操你奶奶！你这不是属于亲灵？操你血妈！是风，你给我滚！是萌萌，你给我给他趴着！你别他妈挑战我！我操，这中间怎么这么鼓呢？我跟你说，就这贵的，是就这个贵啊，还有这个小东西。还有这个东西，就这三样，这四样东西，论年份来讲，能当小新他爸了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我知道你肯定是个不好玩的。你再给我打开一下，我算你厉害。我马上我就走。哎。是我他妈幻听了还咋的？没听着嘣一声吗？好像是车，哎，我操！你再敲一声。跪着，对，就跪着，我不得。听着也是跪着声。哎，你妈逼，好像真有东西啊！这屋不太平。什么玩意儿搁里头呢？出来，来。操你妈！这屋真不太平。大车，大车！是我敏感了，是我敏感了。车车库吗？这真是个有钱人家啊！在好多好多年以前，能住这种地方的，绝对是有钱人，还是电动的呢？对，大户人家，这都是大户人家。反正凡事小心为妙吧。这种像这种老宅，为数已经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就是玩一个少一个。
我操！空心砖儿。Who are you? I'm here. What are you doing? Yeah, I'm 害怕呀。这么多门。哎呦，你瞅这地方长满了全，把这屋子整个都长满了。Are you okay? 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怎么越来越瞅就有点像那种鬼屋的感觉了呢？像不像国外那种鬼屋的感觉？这里头挺吓人，真的，我不敢碰它。就是在这里面，咱走一遍就可以了。我操！我怎么闻着臭味了呢？难道是鬼来了吗？哎呦我操了！哎呦我去你妈的！操你妈的！我就感觉这屋里头好像有鬼。操了！还有个大皮衣呢，这他妈真是有钱人呐！还有油桶呢。没有那啥，没有油，空的。好的，我操他妈，这也太他妈吓人了！这都是我告诉你，这都是吸血鬼住的屋。操你妈！我寻思葬个人呢。吸血鬼在衣柜里，哎呦我去你妈了个，不是的，这是个死人衣服，你这真他妈吓人，这纯纯死人衣服，这多少年代了都啊，裤夹还挺讲究的。这皮箱也不少，这是有钱人家，兄弟们，他们家当时特别有钱，就是后来呢，就是被人家给杀害了，就可吓人家了，这地方。What are you doing？你看着没？他这个屋里边，他这屋里边把阳光全都挡上了，他进不来阳光。而且这屋里面，你说这玩意儿，这都是古代才能看着的东西。对，
他妈吓一跳，我操你妈的，老登！操你妈，多年东西全都给我吓怂了。这不行啊，他妈的，这狗咬脚。啥逼玩意儿啊！我操你妈！这屋有点吓人呢。这是月饼盒吗？我操你！我操你妈呀！不能有耗子啥的吧？这应该是个一瞅都是个这个老板住的地方，这全是书吗？应该是这家人，就是这个男主人住的地方。我看这玩意儿咋回事啊？鬼开的，不是我开的，鬼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你在这里头呢，我不能骂你了，别吓我，求你放过我，我是好人。我进来了。地球仪呢？但是这个床啊，给这嘎摆着，我感觉好像是在很多年前有个死人将死咽气的人搁家躺着呢。这会儿一瞅就没这屋了，因为瞅这样，这个书啊读的是个老者。你看没？高尔基、水浒传，哎呦，全是好东西呀、啊。还有照片儿，别看了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哎呦，我操你妈呀！去你妈的！这太像了，这简直都是一个人啊！看着贼黄了，怪不得这么有钱这人。窗户有人，
你他妈谁在直播间里头？我告诉你，谁在下，我肾给你抠出来！你像他妈睾丸似的你。哎，兄弟们，咱们别看了，不好吧？你搞得我像贼王似的了。我是个探险主播，干什么呢？老让我翻抽啊，根本都不配合我，就是不适合我这个职业嘛。我是个主播，怎么能老翻抽呢？真让我看这玩意儿没有用，啥玩意儿我能带走人的？你们这些人真的，我就不爱跟你们扯这个。行了吧，OK 不？别老让我看了，行不？这是啥棍儿啊？那底下能打开不？底下能打开？妈的，我这里边的味儿，这有檀香的味道，这好像是个好木头。但是这个锁头啊，这真干不开，挺软乎。我感觉应该好像是金的，金锁。真瞅这样像金的。哎他妈啥啥吧，金的咱也不能动。我操！女人呢？没有钥匙。哎，这太吓人了，这个。那是站的小白不？你脸咋那么红呢？静着，静着。请你告诉我，我操！静着静着，请你告诉我，这屋里面有没有鬼？我操你妈！是我的影还是啥呀？我操你妈！我好。好像有个白影似的，是不是？像一个白影不？自己的影子。镜子太脏了。肩膀上，我看到了像手一样的东西。你能不能不吓我？哎，你现在瞅啊，就是你现在瞅我这个，哎呀，是他妈的，瞅我这一个人真的，你就瞅这个左右右边的肩膀，是不是像一个鬼给这嘎达？像，但是他这不得劲儿啊！大哥，你要来了，你就直说。2001年的，
这屋也太吓人了。我感觉这屋他妈不敢待了。这好像他妈所有的东西都没搬走一样。谁他妈说门关了又啊？能不能别他妈瞎说？谁呀？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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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们别他妈给里捣乱了，行吗？那个呢？操你妈！我先试探一下，站起来。滚出来！谁？操你妈！下来！还有事儿。操你妈！你敢出来不？操你妈的！
我都不敢上去了。你看着我们兄弟们，就在那儿，我操你妈，绝对不是迎着，我迎着怎么能反到那儿啊？这是二楼，我他妈不敢喊，这周围全是人，关死个鸡巴的了。这他妈哪是我的影，兄弟们，你奔里合的？哎，看见了，这脑袋还很尖儿呢，就像哎，像不像佛像？操你妈呀！啊，操！试一试，试一试，试一试。我告诉你啊，是你得罪我的，不是，别怪我。所以说你吓唬我，我踹你东西很正常。但我警告你，我请你别他妈的再现身了。哎，我操！我这屋了，我他妈，我太难受了。我知道你给上边了，没有啥恶意。你他妈要敢伤害我一下子，我让你变不了鬼，我肯定让你灰飞烟灭。出来！就他妈是鬼，不是萌萌。就在这个位置，刚才就在这儿，别他妈吓我！操你！是你的相声，是你的相声，后面有影子。身体像个身，那边有亮了。
那他妈是啥链，兄弟们？放光，是你的香身。是啥链，兄弟们？放光，是你的香身。